打吧，有了，聊天室跑出来了。我要开炮吗？不要，打不到，你要在稍微左边一点。爆推一下。我在下面。左边才是右边？就，你可以推就左边的另一边。负责的关系吧。可是我不能取消啊。左后脚。啊，打中就好，打中就好。 有点妖魔鬼怪，<笑>哦，要再发公会名片了。哎呀，发名片干嘛？要再发了，我肯定是删掉。 走啊！走啊！他不会，不是很会跑吗？糟糕，出不来，出不来！那就开红啊，开打。二区，二区。等一下，我又到捕捉网了，切！来不及了，没关系。 那打吧。哎、欸，通红了，白痴，要捡竹子。有啊，我一路捡过去都没有一个竹子。我说那个白痴不捡竹子。哦。哎。哦，他回来了，还好他记得，把我就叫我们。市长把他踢了。踢到了。不捡竹子一样，强力出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跟狡猾的弟弟一样，捡竹机，他搞不好捡竹机啊，只是硬要进来啊。<笑>看你鸟，跑到一半啊，快把他直接给火。这时候先打身体吧，先不要打头啊，趁他还那么红。 对啊，是，你觉得呢，老猎人？这是我的前剑。是，是，下。哪里啊？哦，左后、右后。哎，老猎人，我发现我没有吃饭。我吃了，死不了。好，又来。还是掉了。 要去把那头打爆！啊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！要不及了，要来不及了！所以手最难打的。看，看，看！虽然只有两炮。有！啊，捡痕迹。哪里有？爆裂！胸部都破了。胸都爆了。会发生右侧。右脚也还没。 右脚也还没，右脚也还没，右脚有了，右脚有，右脚有，好，右脚那时候有破，剩右尾，跟右手，好，右手，爆，顺手，我看到的子弹在慢速的飞出，快开开！ 来来来来，输出输出，我操！他这是红好久哦。嗯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我刚刚就是说我没吃饭。现在我为了，就是为了吃饭。我也再吃一次饭。对，可以。肚子饿就是要回去吃饭。我吃个七成定时好了。好。你知道多想吃？右胸破了。 哎、欸，我用个餐券，谢谢。用餐券，
谢感谢。里面可以用餐具吗？可以啊，我用啊，可以啊，哦，可以用。还可以锅烧嘞，拜托。右后脚，好好快破坏。别再补了啦哦。不是全破了吗？怎么一直补？伤害破啊！谢谢谢。那照理说我们都全破了，伤应该差不多啦。哦，我红色的烟没了。哎、欸，别喷！我不能好好讲话呢。开烧了！相同动作，合理啊！合理合理。东西东西。红了，又红啦！看一下，没，我来帮你看。大脚记得来玩。火太有啊，我有两把，可以拿双火太当双刀在玩。你说把四把、啊、尾巴左右侧都没有哎、欸。左右都拿各一把太刀吗？对吧、啊？然后有时候说拿四把，四把再拿什么？因为我刚刚想说双刀火双吗？还是什么？变四只手拿双刀了，哎呦，尾巴左侧。嗯，我刚才打右侧，哎、欸，哦对，左侧。下次换他左右手，我不是说我吃那七成。啊，你们笑我，我就骑给你看。不是我吓到，就有谁啊？哇哇喊那么大声啊，左右手都没有。哎、欸、麻痹过过了、啊、我不会算那个距离啊。哦对，哎呦，还是可以引爆一下发、哎、东西咯。好多荧光棒哦，多输出一点。好了，我的水要喝一半。哦，哎呦，有人叮了，我怎么听到叮的一声？叮这么大，而且是隔壁棚的，哎、欸，我听得到、欸，哎。我这边也听得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听得到，定太大声了吧？对啊，太嚣张了，猫之翼啊，太嚣张了哦。有了哦，定到隔壁、啊、果然是隔壁棚都有听得到。我们这是第一场而已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一场，第一场，有紧张。你要打完吗？也是可以啊。我打都帮了，打太多场了，真的有点累了。哎、欸，累就算了，什么都没拿到。嗯，真的，对、啊，什么都没拿到，更累了啊，心累。哎、欸，我没免啊，不用免了啦，自己下去找人家就走了。估计这里一个，啊，好，走吧，再见，再见。捡一个就可以走了。我打到欲罢不能啦！哎、欸，石头，还敢喷啊？还没有，还没到啊，过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左前脚和左右脚都没了，那应该是都没了吧？我看看，工会名片领取，领取就好，不送出。左前脚左右，然后 HHGG， 先哎、欸、都没了哎、欸，好，那只能拼输出了。自由开火！哎呀，自由开火，我喜欢。啊哈！感谢这你打得到你的超级留言。不要啊，骑面组助手！感谢自己的超级留言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好啦，先休息吧，我到11点就睡了，不睡了就关了。
搞不好真的睡了。打完这真的有点累了。哎、欸，解放了，正常吧？我又被喷了，我进。对吧？练回，练回，练回。哇！很棒。干一个小时被喷一次，哎。哇！好，你好棒、哦，你好棒，你好棒，你好棒、啊！只是上走上去一下下，然后就被喷。哎呀！你真是太棒了。哎，还有骑面组啊！嗯，然后上线继续打打深鲑鱼，好累啊！深鲑鱼，深就有名片哈、啊。离开了吗？你讲完就可以了。卡巴迪谁啦？卡巴迪。我要加入发名片的。你也可以加，你也发、啊，因为你收集到50个名片，你会有成就。真的？被人家送给你，你要有礼貌的回回去，不能说你拿了就不还。好，拿了不还呀？那个就跟狡猾弟弟一样。狡猾弟弟真的是很可怜哎、欸，狡猾弟弟离开都还一直被销毁。好啦，接嘛，因为他就很狡猾、啊。哇操！所以名片都收会比较好，领取哦。没有、啊，我都拒绝，你已经解到成就才会这样子啊！你这贱人，好爽哦！贱人，卡巴迪走开啦！哦，一开始没拿到名片，哎、欸，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，送一堆邀请都不还的。哎哎哎哎，没错、欸，你可以踢人了。哎、欸，我忘记用密码，我坑了。没关系，你踢人吧。好了好了，这是最后一场了。屁股有点累了，你知道吗？滑鼠握的有点酸了，需要起来走一下了。真的？你需要换一个手把。哎、欸，总有名片呐、啊，可不可以一次啊？看，该不是鱼吧？鱼的啦，好啦，鱼的就收了啦。想为了收一下嘛？有收了，收了，别紧张。天啊，还好我到现在都还没按。哎、欸，回礼回礼。那我来送一下。哦，真的是好。毛之翼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去厕所一下。想骂人啊？那没关系、欸啊，我在。我接收了，拜托。我人真好呢。好人就是在。大脚婆。金寒曼。就甘心嘞、欸，这就是谁？做狼就被我敢是听到有成就就这样子了。对，哎、欸，打勾的意思是什么啊？就你选的那个不是吗？对啊，打勾的、啊，所以可以一次送全部哦。可以啊，对啊，就一次送全部就好了。我来来回回按了好几次、欸，哎，会不会送了好几张啊？你好累哦，干嘛虐待自己？对啊，我一个一个按呢、欸。要问啊，不问怎么知道、啊？右后腿，好。我现在右边一直弹出已交付工会名片，已交付工会名片。我回来了。无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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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差不多差不多感觉。哇！我操！我操！你哪个飞出去？他就舌头啊！哈哈！我拿个爆头，小爆头。刚刚有人叮了一声。嘿嘿，嘿嘿，火太刀拿不到，钉有用吗？至少有心理安慰啊，你懂吗？至少他还是会钉的，对，几率还是在那边的。今天运气至少还是有加，走上走上走上，至少有钉，至少加倍还是。叮叮叮叮当叮叮当，一身多香亮，叮叮要打一张。什么东西？机器踩在线上，钉钉踩在线上，线上，澳门最大的钉钉上线啦、啊！我剩两只手吗？还有尾巴？啊！我卡住了，爆头了吗？
来了，爆头的我来了。爆头。好了吗？我可以靠了吗？好，撤尾巴。我靠不到。右脚，停止右脚。好，我靠到了。左脚也破了。他补妆了、哦。你都放了还不打掉？他要补妆过。啊！哇，他补到了。可以可以，不亏。眼泪是哈哈哈！我这个屌嘞。眼泪是珍珠。啊哈哈！啊哈哈！好打！啊哈！拨到哪里啊？熊吗？熊吧。熊吧。两只手都破。好啦，我来用解放爆头。结果我们主要是要那个破手，结果都破到熊。对啊。那个。哎呀，七面鼠，你真的是。该去了。他真的是垃圾，没错。哎呀，龙蜜包赚的。哎呀，我还丢。追你哎。好了，顺便炸一下吧。炸一下枪。哦。糟糕了。哎。哎呀，腿吧，哎呀，直接毁掉，真二段破头，尾巴坏了，真的，那我觉得，有喽，两个破坏，我去挖了，把空中给我截杀了，好了，全破了，他拿中，可以。那他是打侧脚，至少不是我遇到那种。他在这边打扩散，这边侧不太好啊，这边晕，没用。啊，走了。下去。东一青雷。哎呀，刚走，刚赶上了。哦，滑下去了！我还被他踹了一下线。好，我准备好了，我要站在这里了。他是不是讲的跟我们想的一样？应该是。他要扩了吗？不是，但是我们只是在用炸弹流。好了，哦，用吧，赶快，然后帮我打，等下帮我打这边，打，这样也行。我想要等夜猫插第三个，解放了，没了。哎，太早了。啊，我怎么有在上面了？不小心滚了一圈。好，我这场要摸鱼。不换武器了。好了，走。我不换武器了，我用斩裂弹打。斩裂弹很好用的，可是感觉斩裂弹它伤害不高啊。不会啊，高啊。我们不会呢，我们都这样过来的呢。我还常常畏惧。我们至少打了斩下大概多少几滴？十滴左右啊。可是因为我冰冷弹打一下是五六十。可是你要回去换啊。对啊。重点我们是有断尾啊，我们是就是拿斩裂在断尾，只有说看这换弹动作就哦好烦哦，换好久啊、哦、好烦哦，工会名片，接收一下嘛，好烫，你又没给我，有吧？我不是全部都丢了，还是领过了就没有再没有了，还敢来啊？已经领过的了，你全丢他不会收到。就是以前丢过了、啊，哈，想耍帅，
还想爬？还想放爆桶啊？没有放爆桶啊，是想把你打下来。哦。有要换武器吗？有要回？有要回去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第一次看到他这么丑的时候。那张脸。等一下，我先领完奖励再贴，不然等一下跳画面断线。拥有欧洲鞋种，闪电弹了。主要是、哦、没事没事没事，在我准备放弃玩太刀的时候才给我太刀啊！我的天！那我要放弃玩这种，算了，就是真的要放弃玩。你没看到我最近拿太刀几率很低吗？都拿锤子跟青弩。可是古龙就是要重弩虐啊！是，我也没很难，很常拿重弩啊。有时候就我拿重弩的话，是虐古龙的时候啊。哦，好了，就是有这个想法才不行啊。好了，没人爆啊，快点！射，随便射一发都可以。射。我看到就只拿了一个火送刀，好东西吗？不是新的吗？新的、哦。哎呀，新的鉴定道具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好像是第二把还是第三把了。我也是拿了两把。拜拜。哇，拜拜，我们修到了，我们结束啦，要准备关台啦，要去柯白的伺服器玩啦。我还不能进去。好啦，我想去啊。简单啊，讲的嘞，你还敢好意思讲？对不起，我错。有个人走后门。我是走后门的人。然后我是有 VIP 的。没同步哎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屌？嗯，各种、欸。各位，拜拜喽。拜拜，我准备差不多了，领文差不多了。叮叮叮你的头，你会叮吗？